不是普通的教育短片，相反的，它非常特别，适合酷哥酷姐欣赏。引起注意，寻求协助。拨打110119。三长书包供溺水者抓取。长毛巾供溺水者抓取。三长竹竿以横扫方式供溺水者抓取。抛出漂浮物供溺水者抓取。滑向溺水者，将他救回。叫！立即大声呼救，引起注意，寻求协助。叫！拨打110与119。伸！拿延伸物让溺水者抓取。如果可以，先将自己固定，并尽量压低身体重心。抛出漂浮物供溺水者抓取。滑，滑向溺水者，将他救回。小朋友，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不要轻易的下水或划船救援哦。